9:27，欢迎大家回到生活同乐会。今天早上呢，办公室同乐会，当然礼拜一的一大早，我们一定要给大家 cheer up 一下，对不对？那虽然尤其是最近，其实很多人的心情都觉得很沉重，那甚至还有些人这个被减薪、放无薪假，没有工作可以接，没有案子可以做哦。那这个时候我们更要懂得，我们常说开源节流，开源节流嘛，哈。那开源很重要，但是在这种时间，你要是真的开源有点困难的话，节流就变很重要。我要讲哦，我一直觉得开源比节流重要。我啦，我个人啦，一直觉得开源比节流重要，因为呢，我怎么省都省不了几个钱，但是如果我有想办法做好一点的开源，我可能就是进来的会比较多。但是我就说，时间机会都不是我们一定说有就有的嘛，对不对？所以当像现在你没有办法做开源的时候，节流很重要。那有一个东西，其实一直以来很多的专家都告诉大家，其实对于你的节流是有帮助的，就是记账。我们之前有曾经在节目里面讨论过记账这件事情哦，我有告诉大家，我真的非常痛恨记账哦。那尤其是就是哎呦，就是很琐碎啊，你连印个影印机印个2块钱也要记，这是不是浪费你的人生呢？我的时间，我那个记账的那个时间，我就可以做多少事情啊，我就可以他的那个投资报酬率比较高，对不对？但是今天坐在我身边的这个年轻人，这位帅哥型男，他要告诉你，记账其实很有趣。对，真的很有趣。他把记账的程式变成了一个游戏，而且听说现在非常多的年轻人都在用这个 app 啊。对啊，让我们来欢迎 Foodizer 的创办人、执行长、制作人，还有吗？还有吗？没有没有，我要一次，没有没有那么抬头啊。欢迎陈威凡。Hello， 大家好。哎，你请问一下，你今年几岁？33了啦。33了，真的啦，33了啦。你口罩拿下来，你口罩拿下来，我准许你不用戴口罩。我只是看起来年纪比较小哎、欸，但是真的吗？对啊。哦，看你看起来真的很，我33了啦，大学刚毕业的那种感觉耶。对，大家很多人会这样讲。真的吗？对啊。No， 所以事实上是因为可能保持一颗年轻的心嘛。哦，这真的我觉得有差。对，你感觉就是一直不停的在动，你知道吗？对。然后因为我看到你，我就会觉得又想到我儿子那种状态，是不是有点夸张？不会不会，就是一直在动。好，33岁陈威凡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对不对？对啊，玩心设计。玩心设计哦，玩心设计。那里面写说，改变千万人的美好体验，工作跟生活的设计都该如此有趣哦。改变千万人了，对啊，2600多万，2600多万人下载，对啊，对啊，真的很多啊，就是差快超过一个台湾的人口，超夸张的，就是蛮开心的。所以没有，所以它其实有很多国外的人在使用。哦，对啊，对啊，我们其实有分中文界面、英文界面、日文、韩文，然后也有德文啊，其他的语言这样。哦，好敬佩你哦，你台湾之光，来，我们欢迎台湾之光陈威凡。你在，我会躲起来。你看，不是我讲吧？有没有人说你看起来就屁孩一样？哎、欸，拜托，你看看人家设计的这个 app， 现在是2600多万人，真的是超过一个台湾的人口。对啊，对啊。然后有英文、中文、日文、韩文都有。对，哈。那他说工作跟生活的设计都该如此有趣，而这本书其实我跟你讲哈，这本书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人看？其实就是如果你是设计师当然很适合，因为就是你要设计出一个有趣的产品消费者会喜欢，然后如果你是专门在开发产品的人啊、那你可能也蛮适合的，就是让你的产品让消费者喜欢啊。但更重要的是，其实我觉得如果你觉得生活枯燥乏味的话、你可能也可以买来看一下，因为里面有一部分的想法是让你怎么样重新设计你的生活，让生活中的大小事情都可以稍微有点有趣。我怕大家会觉得说啊，这是不是专门给工程师、App 开发师看的？其实我们里面写了很多故事，然后我出版的时候跟我们的编辑讨论了很多，就是让大家可以从里面得到一些，从故事啊、生活中得到一些乐趣啊，然后也写了很多我推荐的游戏在里面。所以如果大家只是想要晚上回家打电动的话，也可以买下来看一下有哪些游戏是我觉得除了有娱乐性之余，然后它也有生活上会有些帮助。好，这其实是我今天主要想要讲的东西，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的听众有非常多都是爸爸妈妈，也有很年轻的爸爸妈妈。你自己结婚了吗？我结婚了，我结婚了。啊，你有小孩吗？还没有，还没有。对啊。好，你知道，因为啊，那我觉得你以后应该会是一个还蛮不要碰那个。等一下，等一下，听不到声音。会。OK。我觉得你以后应该会
不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爸爸妈妈。我所谓的传统爸妈，就是指说，哎、欸，孩子他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那小孩子打电动啊，玩游戏啊，对，打电动玩游戏，很多爸爸妈妈都会很担忧。我们有很多那个国小国中生的这个父母亲哦、嗯。可是我要告诉你，陈慧凡就从小打游戏的，对不对？对。好，讲一下你，哎、欸，先讲一下，一堆人在问你的城市，你的这个 app 叫什么名字？哦，我们有三支 app， 然后我们的公司叫 Fortisire， 然后我们现在有三支 app 在线上，嗯，然后第一支台湾比较有名，就叫记账城市，就叫记账城市，它是一个记账 app，然后整合了让你可以边记账边经营城市，这样其实蛮有趣的。边经营城市就是打造一个我自己的城市吗？对啊，就是比如说你记账，然后如果你今天早上吃东西，你记了一个早餐，你就会得到一个小吃摊，然后如果你去出国旅游，你就会得到一些什么车站。啊，什么之类，所以久了之后，你的城市就会很像你自己，就是你怎么花费，你的消费怎么花，你生活怎么过，你的城市就会变成那个样子。天哪，那我的城市可能只有菜市场哎、欸，不会，应该会大部分的人都会蛮多吃的东西，就很多什么大饭店啊什么之类的。哦，对啊对啊，因为大家喜欢吃嘛，跟没有啊，我已经现在都每天在家里煮，我已经煮到那个真的怀疑人生。那你可能会有很多杂货店跟超市之類的。真的、啊，我觉得我的城市可能充满了杂货店跟超市。哦、oh, ，那所以你这个城市就是比我现在讲，那它可以扩充吗？可以啊，就是反正你每天记，然后它相对应的建筑物就要越来越大。比如说、嗯，如果你很喜欢看电影，可能最后就有一个很大的电影院啊、嗯。然后如果你花很多钱在车子或是交通设施上面、嗯，最后可能会得到一个太空站之类这样的。哦，其实就是让一些视觉化然后有趣的方法，嗯、它让你觉得你的、嗯、你城市就是跟你的生活是一样的。所以它叫记账城市哦，这个城市是 city 的那个城市，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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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的，但是它其实也是另外一个城市的谐音，就有点一语双关的效果。我问一下、嗯，这个是不是大部分都年轻人？你的 TA 大概是多少 ？TA 大概是三十岁，在35岁啦，就是大学生到35岁、哦，就是你在存第一桶金的人、嗯，大部分是这样，因为我们想要让大家在理财之前要先了解自己是怎么花费的嘛、哦。然后大部分人会在这个阶段就觉得很挫折啊，因为数字很无聊啊，这个大家都能理解，所以我们就是想办法让大家度过这个第一。嗯，就是先了解自己的花费是怎么花费的、嗯。那通常在这个阶段的年轻人，就18到35岁，我们刚刚讲开源节流嘛、嗯，就开源对他来讲相对是比较困难的，对 对，因为他的收入有限啊，要去做投资或什么之类，难度都是比较高。或者是说他其实还没有办法让自己有这么多斜杠，对。比如说你到40岁之后，你拥有的人脉或者是你过去的经历，可能可以让你开拓你的第二专长、啊啊啊、第三专长、啊啊。可是年轻人真的比较难，在那之前很难，嗯、所以你应该要花更多时间去了解你自己喜欢的东西是什么，然后你钱花在什么。我们甚至有些功能是让你去分析你，就是即使你是消费，那它是一种投资型消费，还是是一种消费型的消费，就会不太一样、嗯。好，我们现在后面的那个荧幕上面呢、哦，就已经出现了你的三款 App， 对不对？对啊，对啊。所以你说的这是同一款，这就是记账城市。好，你刚刚讲了这个城市，因为它是玩游戏嘛。可是呢，我要跟你我要讲一下，因为你看它是35，对不对？对。你说是18到35。18到35，对。我就没有在这个 range， 你笑那么大声干嘛？不能这样说啊，就是说我们在设计的时候majority 是这样，但是我们还是设计到让大家都可以使用。那其实不管什么年纪，我都觉得蛮适合的。但是有没有别的城市是？我问你，这会不会花很多时间？不会，不会，不会。因为你看啊，我讲哦，我讲哦，我讲这个妈妈的那个的回复给你看，她说。我也是、欸、我连去影印或是买袋子的一两块我都要记，但是从女儿去年就读小一开始，我累积到现在根本就没有时间记账、因为真的小孩子哦，你会很繁杂，我理解，你知道吗？对啊，对啊，怎么办呢？所以我想问的是，像这个记账城市，它会花你非常多时间吗？其实不会耶，我们很多的使用者是他每天晚上10点的、睡觉之前打开来记一下，然后稍微回忆一下你今天花费了什么东西。然后我觉得记账有分成几种啦、就是说你不一定要记到非常非常细，其实因为我们希望你是了解你大部分的开销在什么状况。所以其实我们有一些 user， 他可能使用者，他可能白天很忙、他晚上就会花一些时间在睡觉之前回忆一下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有效果，就是你在晚上你在记的时候，你也顺便回忆一下你做这件事情是必要的、你是不是想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帮你回顾，透过记账来帮你回顾这一天，我觉得效果也蛮好的。
我要跟大家讲哦，它这个记账程式在全世界现在有超过2600万人次在使用。那设计出来的那一年是几年？2017吧。2017年它刚设计出来，就在德国红点设计大奖上面获奖，对啊，真的是非常的厉害。但是其实你在设计 APP 是已经要往前推，你的第一款的设计是什么？第一款 app 叫做植物保姆，2013年，它其实是2012年开发，2013年推出的，2013年推出，获得了年度最佳应用程式。对啊，我其实蛮喜欢这支 app， 它很可爱，它是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更多所有人都需要，像我们桌上都会放很多饮水嘛，对不对？对啊，那是因为大家都会忘记喝水，尤其是广播主持人一定会更需要补充水分，对啊。那我们那个时候有发现说，大部分人都会忘记这件事情，尤其是上班族，就是水分摄取不够，就会有很多生理上的疾病啊，不管是心血管的还是肾脏啊之类的，对，然后我们就设计一款 app， 它就是说你有养成一棵植物，然后你它会提醒你喝水，因为你们要每天帮它浇花嘛，所以它会每几个小时提醒你一次，你应该要帮它浇花，也帮自己喝杯水哦。嗯嗯。然后如果你有做这件事情的话，那个植物就会越长越大，长得欣欣向荣这样。嗯嗯。对，所以其实它也是一个很可爱的 app， 就是透过一些游戏的方式，然后让大家可以在对在意自己的健康。对，有啊，像现在有一些那个小朋友的水壶，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他直接你喝水，然后他就这边就会记录，哦，对啊，记多少多少，对啊，对啊，对啊，然后呢，你只要达到，你只要喝完一瓶，或是达到一个 level， 你就会解锁得到一个宝物，类似这样的感觉。哦，我儿子那个很爱玩，对啊，然后呢，就是，带去学校呢，所有同学都来玩，就被老师骂了，所以现在不能带了。我觉得这个老师要检讨，啊，就是。其实我觉得适当的把一些玩的东西跟生活上的教育整合在一起是好事。好，所以刚讲了记账哦，你三十，你说你现在33，所以你2013年的时候，哎，那时候才几岁啊？27岁，那个是你的第一个 app。对，你自己是学？我自己是学大学是学土木的。对，对，我大学是念土木工程，然后研究所是念电脑辅助工程，也是土木系的，就是，但是就是我们最主要研究是要把电脑科学应用在建筑物上面。对，所以其实就有点相关的啦，就是你要怎么把就是电脑的东西应用在生活中，因为建筑物就包括很多面向啊，包括你的智慧生活整合啊，然后建筑物的资讯啊，这样的感觉。对，所以其实我们研究所就念了蛮多，比如说你怎么应用游戏引擎来做模拟啊，然后怎么样设计一个好的居家生活啊，这样子的感觉。那可是你觉得啦，因为我刚刚要讲，就是说很多爸爸妈妈都会担心自己的小朋友哦，沉迷在游戏里面，然后你就会觉得说，你如果未来，像我也会跟我小孩讲，我就说，哎，如果你如果真的要打电动，那你就打出个名堂来，对不对？对。那如果你真的喜欢的，那你就要打出个名堂来这样子。我问你哦，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玩游戏？我从国中哎，我觉得我必须要先帮游戏平反一下。就我觉得游戏是个集合名词，就像看电影，电影有好电影有坏电影，看书，书有好书有坏书，所以游戏其实比较像一个集合名词，就是重点是我们怎么从这么多游戏里面挑出适合的，就跟我们从这么多书里面挑出适合的书是一样的概念。对对对，那我自己玩第一款游戏，也不能讲第一款啦，就我自己很喜欢，国中的时候开始玩，是一个我同学推坑的一个，其实它是网络游戏，但那个你知道我国中的时候大概是20几年前，所以以前网络游戏不红啊，大家都是纯文字的，就是有点像现在的 BBS， 然后玩游戏就觉得很好玩，然后我们就想要自己写，所以我们就上网去载，它是开放原始码的程式嘛，然后我们就把它载下来自己写，所以我就花一个月时间去去研究怎么样架出一个自己的游戏。国中吗？国二升国三的暑假。天哪，那是还是拨接？可是拨接吗？对啊，我爸以为我打情色电话，因为电话费太贵。对啊。等一下，而且国二升国三，其实你有考高中吧？我有考高中啊。那国二升国三，其实大部分人都会觉得，哇，这是最后一个可以比较对。Take it easy 的暑假，对不对？对。那你花了一个暑假时间做这个，那后来你爸知道你在做这件事吗？我爸知道啊，我就是当然有跟我爸小吵一下。有。我觉得我爸听到不是那个0204之后有缓解一下，对，然后他可能就觉得那就算了。你知道，其实爸妈的要求非常的卑微，就比如说像这种状态，就是啊还好你不是打情色电话，我就能够接受，至少可以接受。
后来你有跟爸爸说你是想要就是在研究这个伺服器跟程式语言的东西，对啊，那爸爸的反应是什么？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小时候父母比较难理解说，哦，就是电脑不是只是拿来玩而已，对，而且还是在拨接的年代，那时候真的不行，对，数据机拨接上网又很贵，啊，我记得我那个月一个月电话费用8000多吧，爸气死，我爸气死，而且在那个年代8000多真的很贵，很贵啊，很贵啊，我爸就真的两个月了八千多块，然后但我觉得真的是学到蛮多东西，包括比如说，因为你写程式需要学很多英文单字嘛，对。然后我后来就发现，我真的在开始背英文之前，那些单字都已经会了，因为你必须要理解他在干嘛。这就是常常很多老师在跟父母亲聊，就是说，其实你应该要让他从兴趣开始。对啊。像上礼拜我们请了注册组。
FM， 欢迎回到生活同乐会。今天办公室同乐会来跟我们一起同乐、一起玩的是 Four Dicer 的 Four Desire 的创办人、执行长、制作人陈威凡。他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叫做《玩心设计》，把他自己的一些想法想要分享给所有的朋友。你现在听到的是大嘴巴的歌曲《玩玩》，我们就特别送给威凡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最后给一般上班族一些建议，怎么样可以边工作边玩，如何将创意跟你的工作结合？我觉得很重要耶，因为其实我是一个很喜欢玩游戏的人，然后在玩游戏的过程呢，我就举马里奥为例子好了，他就是一个、昨天我们家才玩过，他就是一个先越来先简单，然后简单的关卡给你一些技能，然后慢慢的越来越难，让你挑战到最后一关，打最后那只库巴大魔王嘛。对啊，那我觉得工作其实应该也要类似啊，就是大部分人会觉得枯燥乏味，通常是因为你太越级挑战了，就是你可能一开始就还没有学好过前面的关卡了，获取一些足够的技能，你就去挑战最后一关。对，所以就是你要去思考说什么样的挑战是适合你现在自己的。然后在这个挑战过程中，你一定会死掉啊，就跟玩游戏会死掉一样。可是我就觉得很有趣啊，就通常我们玩游戏死掉了，我们还是会一直想要努力的破关嘛。对。那我觉得人生跟工作应该也可以很类似啊，就是在这些过程中，如果你死掉了，然后你就可以去检讨一下是发生什么事情啊，然后你现在面临的挑战是什么，需不需要调整啊？其实就是帮自己设计自己的游戏关卡，我觉得大部分人其实都是做得到的，只是你需要去换位思考说，今天如果你可以帮你自己设计一个生活的游戏的话，你会怎么做？那如果你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可以把乐趣跟有就是创意放到生活跟工作里，我就觉得变得很容易。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一点？你在当时打游戏的时候，你就把这个东西放到其他部分吗？我觉得会，我觉得一开始说比较像是我们在比如说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一定遇到很多困难。然后我常举的例子是说，大部分创业的人都会说，哦，我没有，我的资源很少，所以我做不到什么东西。但你想想看，小时候玩乐高积木，爸爸妈妈也就给你那几块积木而已，可是你就可以拼出无限多的东西。所以积木是有限的，可是你明明小时候你就可以创造出无限的东西，那你长大开始创业，资源也是有限的，你为什么就不觉得你可以创造出无限的东西呢？太有道理了，我觉得应该要可以的。所以就是不要被那种就是现实生活东西所局限住你的思考，应该要花更多时间去想怎么创造出这些可能性。非常谢谢陈威凡，那么在这边呢也推荐他的这本新书，叫做《玩心设计》，希望下次有机会陈威凡再来跟我们聊天，好不好？好，祝福大家都跟他一样，可以从工作当中找到自己的乐趣，事实上是带着玩去工作，这更重要。创意跟工作结合，谢谢威凡，谢谢大家，拜拜。